刚刚总监也有提到，关于国会的28号，我们是否会来隐退呢？因为国会刚刚也提到，未来应该以按照球团的规划，他会用不同的身份哈来协助球队，协助年轻一代的球员，所以我们会保留这个28的背号，让他继续以教练的身份继续用。好，那有提到就是未来有机会转任为教练，那对于国会要转任教练的模式，我们未来球团是否会有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关于国会转任教练那其实球团在今年初我们就有已经有跟他在做一些讨论那也跟领队也在做这方面的跟其他国外的球团做一些初步的讨论跟协助安排，那相信确认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宣布。